终于误事误误误误误事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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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今天下榻的饭店了。今天我们入住的是华南大饭店，这边一晚要价980元。好啦，是说我刚稍早我有去钓鱼。来吧，不许吹落去。哦吓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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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呜呜呜！哇，中了嘞！哇，我靠，我中了一只七星弩哎！哇哇哇！哦，凶哎！呜呼！哦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哦。哎、欸，我们中一只七星鲈鱼，哎，水啦！那等一下，我先休息一下，我们晚点再出去搞搞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偷刀，我现在人在台南的路上走走了。那我今天是想说吼，我们都来台南了，我想要吃一个我最喜欢的东西，就是台南的羹汤。好了，各位啊，我刚刚点了一份土托鱼羹面，大碗的80块了。不过稍早我有看到说 Google Map 它斜对面有一家高手羹面呢，不知道这两家你们有没有吃过呢？哦哦，哎，这真的就是台南味了。我跟你们讲，就算平常我们都会吃大餐，但是偶尔真的吃到你喜欢的东西，你会感觉到会有不同的幸福哦。嗯，哦，好开心可以吃到这个味道哦。这碗面就是简单的高丽菜搭配这个鱼块，就这样而已啊。那我们来加一点它旁边的这个辣粉吧。如果各位可以的话，你们也不妨加一点辣试试看呢。
觉得这家店一碗大碗面80元是很合理的。大家用土托鱼都是用中央餐厨做出来土托鱼条，可是他这个鱼啊，他真的是用真的鱼块下去裹粉炸出来的。好，各位啊，那我们吃完了啦，等一下我们就准备前往下个目的地喽。大家好，我是土豆，我现在来到台南的永康市钓虾场哦。那如果各位你们有在钓虾的话，你们也知道钓虾在台南是一件非常非常。非常休闲的事情，我们今天就是要抱持休闲的心来开箱台南钓虾场。只不过今天天气似乎稍微有点凉快了，不知道等一下摇况会是如何啦。那我们一起进去体验一下永康市钓虾场的钓况会是如何吧。Go！OK 啊，各位，我现在已经在钓虾场里面了啦。那他这边钓虾的规则是说，我们一入场就要先到他柜台开单啦。只不过他这边的收费是第一个小时200元，第二个小时开始150元直走。我想说，我们今天先钓一个小时看看呢，看摇况如何。摇况不怎么样的话，我们就把第二个小时的钱拿去吃宵夜。准备好了，催泪。浮标被带走了，来吧孩子。还在。有，终于开壶了。你看开壶啊，各位，就算是勾到他雷达板呢也 OK 啦。浮标被拖走了，来吧孩子。有，跑掉了。这个就叫行军虾，只是刚好经过碰到你的钩子而已。好了，我们浮标又沉下去了。3、2、1，有。哇，结果这只也是勾到雷达板的，怎么回事啊？那给你们看一下啊，现在永康这里是18度啊。通常泰国虾他们的试存温度是在25到35度之间呢，所以今天18度，我也觉得。大公虾，想去哪里？哎呀，哇！我觉得今天值回票价。你看，这只虾子是正吃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坐钓时间已经满一个小时了，那我们就去销单来算虾量吧。好 ，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钓完一个小时200元的综合虾池了，那我们来算一下今天我们虾子有多重了。我
正想说，我们来这边钓虾，不如把那150拿去买点宵夜，我们回去配酒喝。你们觉得如何啊？哎，那我们来算一下有几只虾吧。一、二，还有最后一只大公虾，六。那我们今天钓一个小时，总共六只虾了。我们来量一下有多重吗？哎。0.9两，我们一个小时有半斤呢，我觉得 OK 了啦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抱持着我们是用休闲的心态来钓这场虾的。那等一下我们就把这些虾子料理料理，带回去配宵夜吃吧。哦，我们终于回来了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回来今天下榻的饭店了哦。只不过我刚回来的时候，他停车位已经满了。忘了跟各位说，他这家饭店虽然有附设停车场，可是啊，谁来谁都可以停。那刚刚我有去买饭店附近的24小时鱿鱼羹啊，它是大碗的羊肉羹，它只有60元呢、啊。不过没关系啊，我们先用这个台虎秦胜多里尼，敬你们。哦。我好喜欢这个味道，喝下那一口会有浓郁的葡萄柚香。在我们仔细享受味道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从中里面发现它竟然还有蜂蜜的香甜味啊。我们现在喝喝看它的汤啊。哎呦，它这个汤里面有混杂着羊的骚味，虽然它这个汤感觉比较偏北部的味道，可是有羊骚味，我也很喜欢的、我喜欢呢、啊。好了，我们来剥一下这一只虾子。哇！吃泰国虾最享受的地方就是说漱它的虾头，嗯，还有我们刚刚有拿他们店家特调的酱料啊，这种特调酱料只有南部钓虾场才会有啊。那我们来拿今天钓到这只大公虾来吃吃看呢。哇！
这酱料是一绝的酱料哎，它这蒜蓉酱好香哦。哎，该不会啊？哇！咱真正200块会好啊啦！哇，天哪！好了，我们已经吃完所有的宵夜了。那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们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我不在家，我不在家。你不在家？系啊。你叫什么哦？系啊。因为哦，这裤是你的哦。哦。